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粉丝工厂。今天我们玩的这个呢是《Where Is New Year》系列的2010。那大家有看到2009那一片吗？它感觉画风就是差很多。然后今天的主角没有 Santa，是这个小黑人。那这游戏呢是在2009年的12月31号发行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吧。然后这个游戏的是风格是黑白风，有比较像《Dead Man Can》那系列一样，是用键盘去操作的。好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可以剪，然后这个往下的话就是可以去启动这个东西。这边启动了之后呢，这边门开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进去，这边有这个可以收集，然后往上走，这边有个这个要打开，然后往下就跳下来。然后顺便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再往这边走。这个的话是把那个架子拉高。其实我个人不太会玩这种游戏，但是其实它这个关卡算还蛮简单的，所以还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卡住了。然后这边，哦哦哦，还哦，好险它会下来。欸，这好酷，它是风车的那种。用风力，然后去提高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，哦，这个是这个，OK，然后再回来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跳过去。有了，好，然后往右走，然后跳过去，啊，没跳到，哎，这样还可以用吗？有点远呢，想要再一次。诶，这不行吧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然后再跳过去。哦，吓死人呢！然后这样，然后再往右边走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有三个，哦，我没有拿到。这边这三个，等下我没有跳起来。它只是这个只是装饰，它没办法站在那个上面，这也太不顺了吧？什么一个都没有吃到？好，再一个。OK，然后再往右边走，然后这边有一口井，然后井的这边也有一颗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往下跳，然后井的这边有三个，井的左边呢也有一颗，然后这边有个拉一下。然后往下走，然后又从这边动出来。然后我们刚才开的就是这一扇门。然后这边有一位老人在左下角，那个感觉没办法去跟他互动。然后这边打开，这边开，然后这边互动一下，开了一个东西，那应该是刚才左边的那一扇门。我们跳下来，有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二三，所以这边总共有26颗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打开之后。2010年，Congratulations, you have found him。我们找到他了。Happy New Year, everybody！好，我觉得有点夸张了，他竟然把它藏在这个里面。好，那我是粉红是公主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的话，请记得在左下角点个喜欢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们是粉红是工厂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